波兰顿加复仇之风。哟呵，他喵的，去按表情跑道路了。狠狠的露刀，嗯哼，像补炮车。他掉段 Q 怎么没了呀？被雪人 W 打断了吗？他这有掉段 Q， 这剑姬直接死了，这剑姬直接死了，我们 over 还能打的。他掉段 Q 没了，哎，我的兵线炸裂呀！这小兵怎么一直打我啊？呜呼！说不过去。主要吓得他，也没想到他自己能 Q 的，他第一时间没有往前走，他第一时间往前走距离应该够的。洪水银，我是六的。失误了呀，没有用红鹿 W， 那下瞎子了。
他六级的。你干嘛、啊？这剑姬小丑，我看。算了，这爆破不点了，反正也吃不到这个塔皮。耀光，这节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他出神风，半肉流杰斯吗？干嘛、啊？哼哼，有伤害吗？他没有直接输出的，他只有等不灭和耀光才有伤害。完全不慌，一切尽在掌握。太了解他伤害够不够了。敲死他，卡一下。这个大招显示1000多秒 ，BOG 的呀 ，bug。血能量来了，直接吃药了。杀不了，不用套点了。没任性的，他的 W 能减速我两秒钟。他还 TP 下路
跑得挺快。神分。好点燃吧，他这神分有点肉啊，回了一口血。12分钟两个大剑，你非要跟我骚，还要打到我回城，你贱不贱啊？想点爆破是塔皮，嘿嘿，调戏。差点 W， 骗他 W。让他以为是第二段 Q， 小戏。给他多一个大剑，多个破败。会出神刚不厉害，这没视野，还抓我。吼吼，直接叫闪了，我都没打算追他。这剑姬搞笑的，这剑姬纯纯搞笑的。咬住！我靠，控好久。还一条韧性龙，加个水银血，34韧性，比变羊都能控我这么久。小哥，跟勾，还能杀。别猜呀、啊！